林大衛牧师毕业于正道神学院基督教研究硕士、道硕、神学硕士和教牧学博士学位。他的恩赐出自建国中学理工数学能力及台大时期的财经知识，之后又培养了领导力和神学背景。最初他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他自己的教会的建造和他个人事工和神学教学工作的传播上，然而神在以色列耶路撒冷，他带领了巴黎的学生们参访圣地的期间，更新了他的全新的事工和服饰。神暴露他，告诉他，他之前所做的只是他能做的，愿意做的，不是神要他做的。后来神带领他聚焦在神国度和众教会的合一上，向全世界宣扬这样的使命和意向。此后他的路线便转成是奉神的国度 KOG， 直至今日。国度团队非常努力，欢迎与林大衛博士的团队一起参与为神的国度 KOG 来侍奉。